这次的战舰活动推出了最大技能等级30的网卡，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相当陌生，因此在这边做个简单的介绍。首先，计时对应到的技能经验为8260，计时的卡能提供8260加1000等于9260的技能经验。计30对应到的技能经验为8260加3000乘以20等于68260，68260除以9260等于7.37，因此8张计时的网卡互吃就能满计。那这8张计时的网卡怎么来呢？庆祝活动有写到，只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就能拿满8张计时的网卡。打一场烟柱升腾2，算击倒9次巡空号与1次征服号，150除以9等于16.67，因此打17场就能打满150次巡空号了，同时也能满足打满16次征服号的条件。因此最划算的练法是打17场烟柱升腾2，再打一场烟柱升腾1拿石头就好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